是不是没有想好呢？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半小时的收线。半小时呢，收的是阳包阴。短期内的话呢，不可避免的，15分钟呢收的第二颗阳线，短期内呢不可避免的要有所反弹了。反弹的高度的话呢，有可能是1826。3.0应该会有啊，我觉得这个26能到就不错了，加了空就有空单长口的，再等19附近低点做区间。那你这个24和23的多单准备什么位置走呢？你看啊，这个刚刚的半小时收线了。按道理呢，按照这个收线的形态来说呢，盈利所随时可以出。话是这么说，就是你2930的空，2323、2324的多，随时能出。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呢？就再回到23以下你要出吗？还是说涨起来先把多单走掉，然后再等它滑落？按这个半小时的 K 线原上来说呢，这颗半小时线，也就9:30到10点钟这颗半小时线阴线的时候呢，就应该买入，但是呢，没有到我们的这个预计买的点位，所以呢，还是不要动为好，要做多呢就等1819。中间的价格呢，我们一律不动。如果先到26，我们就先沽空；如果先到19，我们就先做多。这是我今天晚上的建议。逐步扩大区间，等趋势出来。我不是这个老想追问你，我是呢，也想了解一下，像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处理？15，你看的是这个平滑吧，应该是，你看的也不是平滑，你再重新看一遍，41.3中线的位置呢，现在是1819。
是1819的位置。但是今晚有没有可能取消？怎么做？来看一下五浪还是五浪三的两个选项。关于千人千浪，单从八浪结构来说呢，千人八浪应该不为过，因为就个人来说，无论是哪种技术，也是对行情的概率分析。波浪理论提供的是一种首先限定可能性，然后呢按相对于可能性的排序的手段。波浪理论呢，有的其中最佳的研判呢，被称为首选鼠浪。为是满足最多数量的波浪指导方式的那一种，其他研判相应的排序，通过不断更新第二最佳研判替代鼠浪来为这种结构，来为这种结果做最好心理上的准备。一旦市场打破预期中的情形，一旦市场打破预期中的情形，替代鼠浪就会将意外的市场活动纳入眼线中，并即刻成为你新的首选鼠浪，永远用首选鼠浪投资。这个相当不错。18451小时，太复杂了，挺好吧，挺好理解的。18呢是我一小时线里面的15均线，不知道老孟了。1815均线啊，你刚才你的意思呢是1815呢是41均线的位置。这个刚刚的半小时呢，看看，等到10点钟看这颗半小时的阴 K 线呢，能不能收成用线？收成用线的话呢，还有向上的可能。如果收成平头阴线或者是阴包阳，那这个半小时的72均线呢，也不是支撑位。所以说呢，有的时候。